这个经历算是真精彩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嘛常常伫这个报纸头顶吼，看到伊写物件，也是有当时发表的意见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今仔日搁加一个，这个宜兰人吼，黄继前啊，副教授，伊是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。啊，伊是留学去迄个加拿大麦吉尔吼大学，这是迄个真出名的一间大学吼。伊伫遐摕着法律博士，啊，伊即马任任中华航空公司总经理室顾问兼人力资源管理处副处长。啊，捌做过这啊，做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兼任助理教授，东吴大学法律学系兼任助理教授，东吴大学法律学系兼任副教授等等。啊，为遮咱来看会出来吼，伊就是法律啦吼，伊的基础就是法律。哎呀，啊，迄、那个拄则，这个当教授，伊的基础是历史吼。啊，这个陈教授也基础是这个政治学安尼，啊，所以咱即马有三个人要来甲咱聊啊。我想可能伊等两个人先讲，吼、哦，啊，无请这个陈义清教授吼、哦，你先发表。我代表陈教授跟黄教授哈。前董事长，各位贵宾，咱，坐落去这个语坛，我应该二十分钟以来，有一个介绍要更正啦，迄、那个国民大会代表不是国民党的官哦，哈哈哈哈哈，是民进党的党籍啦哈，啊代表，是唔免借调，唔免甲。研究员请假哈，你那立法委员都要请假哈，而且只能借掉一任，所以立法委员较成官啦哈，国台代表较唔是官。啊，这个啊，今仔日咱这个节目当然是真要紧啊，因为十月二五啊，咱拢有足济节日爱去纪念嘛哈，啊那就国民党的系统讲叫光复节哦，啊今年咱这个。台湾派的社团，也是学者，已经办有够多的活动，要相对着因的抗战胜利七十年，所以无论到学会、十月七研讨会，也是咱今日甲明仔载吼，历史学会、台湾历史学会，嘛是办研讨会，拢是较针锋相对啊，伫咧讲咱是建鳌啊、台北大空袭，吼、也是讲这個。因为讲沦陷吗，还是怎样哈？不，总之呢，不是光复了哈，不是光复七十年嘛，不是迄个抗战胜利七十年安尼啦哈。虽然是安尼讲啦，但是真侪功课爱做哦，不是讲有谁讲诶啊？咱以为讲叫人要想诶哈，对，变作熟悉哈，其实实际诶世界比咱要想诶搁较复杂吧哈。啊，所以我首先要讲十月二五，哦，伫前两年啊，咱有台派的社团有人讲啊，迄个叫双重受难日，安尼，讲因为吼、哦，去予国民党管就是沦陷嘛，啊，七一年去予赶出联合国，安尼予这国际难民日啊，拄只咱迄个陈文贤教授嘛讲，这国际孤儿，哦。啊，但是这内底吼，就牵涉到咱这个台湾派的一挂论述，哎，常会陷入自我矛盾的吼。如果讲去有国民党、中华民国来，咱是沦陷；啊，中华民国去用赶走，是好代志啊。安尼那也是什么国籍啦，是什么国际难民日吼？这就是讲恁两行抗作伙吼，就会发生咱家己的一个问题吼。就进去，杜家伯人家有举那个例子哈，是郭什么那位女士，那位小姐，台湾之光，但是也辛苦是穿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装哦，哦，啊，这款哦，咱真侪人还佫无爱去
面对这个矛盾啦，吼。实际上，咱也是1970年代迄个时阵的，台湾人伫美国、伫日本迄种示威，一定是否定中华民国的嘛。哦，就亲像这个陈龙志教授71年的意思是啥？阿袂去用关这个韩国啊，都已经是台湾人是无国家、无政府之民了呢。哦，所以迄是伫戒严时代吼，被压迫，迄个时阵的时阵，台湾人的心情根本是无承认中华民国这物件的讲法的啦吼。迄个后来讲做你讲李登辉开始访问康奈尔大学，开始迄、那个为林佳龙遐个人嘛开始出来伫遐咧欢迎李登辉啊，是讲有个人咧抗议李登辉啊。但是作为台湾的一个总统，伫迄个时阵用安尼的方式去访问美国，这当然是足重要的代志啊！吼啊，即个讲70年代威廉波特扫棒赛，咱咧看中华民国的符号，迄无同款心情啊！哦，你即摆咧欢迎李登辉，还是欢迎蔡英文的时阵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嘛举出来啊！啊，那你怎么看？所以吼，我首先是要提醒讲，法律的角度、政治的角度、历史的角度。哦，也是你要用一个较综合性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吼、哦，会当看到无同款的重要的代志啦。拄则一直讲七一的重要性，吼、哦，当然七一了后，迄种接续落去的嘛。你从挂出来两国了后，你从挂出来，迄个背景就是包括基辛格已经安排好势啊，哦，两度访中，啊，而且安排尼克森要去访问啊，哦，所以72年尼克森去上海的迄个访问了后，有一个上海公报。所以，若是若林教授咧，伊咧看台湾的政治发展史，伊就是足爱用七二体制这个观念。哦，七二就是讲，伫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哈、啊，已经不再代表中国了哈、啊。真正的合法政府是北京一边，而且唯一合法的一边。诶，咱台湾的国际环境。是一个你要嘛只能代表台湾呐、啊，哦，所以蒋经国伫72年嘛开始做行政院长哦，伊本来是伫个台面下啦、啊、吼、哦、做情治投资的总长，但是72年开始已经浮上台面，咧做中华民国行政院长，开始被启用青年哦，在代志咧进行啦，啊，迄就是就若林教授来讲，就是一个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开始，哎。未必然伊家己是主观的啦，但是迄个国际环境的改变吼，就逼得你就是要从内部的改革来获取正当性，啊，这是咱咧看这个联合国的协助失去了后的一个附带应该了解了吼。啊，当然，咱咧几个就是免搁再安尼介绍嘛。我拄则咧讲伊迄本书，后来在咱台湾当然有再办，那个换名吼，他是台湾独立的展望吧，但是迄个时阵，台湾的独立与建国，所欢迎的，确实是一个台湾人流亡吼，会使讲是不惜用什么方法要推翻中华民国才对啦，啊，毋叫迄个刺蒋案吼，吴文雄毋叫去美国去蒋经国甲开枪。啊，唔知道1976年的迄个王姓男，迄个邮包炸弹，哦，如果你若用这个时阵的角度，拢感觉敢要用安尼吼，但迄时的心情就是爱用安尼啊吼，所以咱爱知有一个历史的背景的理解哦。啊，这当然拄则文献遐也有讲起吼，我先小可review 一下，也无需要先重复，就是讲你即摆49年以后吼。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，国民党政府来台湾，哦，授予这个复兴四世，啊，这吼嘛无理所当然的，啊，我拄则咧讲，大概和最近开过研讨会，我咧写1949那个大变局，迄美国嘛咧看，因为迄李宗仁吼，伊是大总统，都伫美国就医，就介久也是忐忑不安呐、啊，就是说，这吼我就爱安尼汹汹搬来台湾。啊，美国到底是承认啊无啦？哦，啊，李宗仁伊嘛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咧，但是吼、哦，其实伫迄个49
国民众在撤退的过程中，哦，咱看美国的档案就知影讲，都在他的观察之下，哦，啊，因已经拢一直在讨论讲要怎么办嘛，哦，你要继续支持，哦，这援华啦，哈，要不要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府，或者是说要放手，哦，独立共和国有一个白皮书发表以外，但是实际上伊嘛一直在评估讲这到底是用什么方法，哦。当然，尾啊，拢决定讲不要用军事援助了，哦，用这个经济啦、文化啦、用政治的一种声援就好了，呢。啊，不过呢，伫这1950年的三月，蒋介石伊讲复职的时阵，美国的电报就来啊，哦，迄个国务院称他为总统，哦，所以迄个蒋介石日记哈，伫1950年的3月应该是2号，是1号、2号，伊就比称我为总统仪啊。咁放心啊啦，因为迄个进程其实蒋介石的撤退吼，无论是故宫博物院的宝物，还是档案，还是黄金，还是军队，哦，所以伊的撤退是成功的，即咱咧承认咯，哦，伊唔是讲仓仓皇皇安尼逃走，哦，伊是拢总布局，一直输一直输，但是伊嘛无法度平安来个台湾，安尼吼，就是伫这个1949的12月初10。迄天，哦，伊是初九啦吼，咱咧讲行政院在台办公应该是初十。初九迄天呢，伊伫咧成都，因为重庆已经搁沦陷啦，啊，成都啊个附近呢，机场附近已经听到枪声了。啊，伊坐飞机起飞吼，应该是讲下午2点，到松山机场，跟咱蒋经国记个讲6点半啦，蒋介石个咧记个跟咱8点啦吼，总是讲陈慈修、陈诚伫松山机场甲接。等于个草山行馆，哦，迄个时阵无司令官伫啦吼，啊，12点以前洗完澡，可能是洗温泉哦，入寐，伊个迄个记载来讲，哦，这个地方空气清新，景色宜人啊，不若这个成都之阴暗晦气，所以迄个是成功的撤退啊，所以这点。实在是一个中华民国来台湾的这个过程吼，嘛值得咱去研究了吼。啊，可能伊来了后，伊伫国际上是毋是有法度代表中国？这美国嘛是，嘛是经过评估之后嘛是爱接受啊。哦，因为迄个特别是韩战爆发了后，伊对北京政府就袂使阁寄望嘛吼。伊本来有一个寄望，就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吼，中会当像什么迪托政府安尼啊，这个。只要你跟苏联不好的话就没关系，虽然你是共产国家，但越看越不像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了后，还是建成了后，一面倒向苏联，这点美国就醒过来了，不行，这个还是要大力的介入，所以那个韩战爆发了后，因为国务院还是白宫还是国会意见趋于一致，就是说爱停啊，爱停到底啊！吼，所以嘛，这个是冷战的开始吼。所以要支持中华民国伫联合国都足侪步的啦吼，啊，这个反议啦，还是讲重要问题案啦，啊，讲说你这边若要讨论这个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问题的时阵，这是重要问题吼，爱2/3多数才当处理。哦，啊，你若讲阿强的迄边吼，要吸引个2/3的会员国的支持，还是足困难的。所以用这步就一直动，一直动哦。所以咱怎样讲拖到1970都动袂掉啊！哈，因为1970年，修处就是失败嘛，就是咱过半数，51票是对方的，啊，这个49票是咱这边的啊，放弃的是25票安尼吼。那安尼的时阵，如果若不是用重要问题案的时阵，啊，拢过手去啊嘞。但是你要通过重要问题案的头前，你应该要先表决讲，这项是不是要当作重要问题？迄就1/2年嘞，所以讲可以预料哈，明年1971年，这个是没有办法了。所以唔再讲美国开始就有1971年3月哈，有一个助理国务卿 Brown 来台北跟杨锡坤建议讲双重代表模式，这应该是一个出路的哈，所以这有吸引力啦，因为你如果若是干那要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阵，啊无去处理就这边中华人民国的问题吼，这无负责任嘛。咱过去是拢不假吼，你总是要有一个
下台阶嘛，所以用双重代表权讲啊，两边拢就好啦，啊这是一个出路，这是我想这是真容易理解哈。啊，不过伫迄个过程，咱会发现讲美国咧做这个决策吼，嘛是充满了你要讲矛盾，是困顿。哦，所以伫我这个近代史研究所哦，因为拢有外交部档案的一个这个寄放哦，因为那些小论文呢，寻的公这个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档案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内底都有这些物件哈，讲到1971年的这个风波哦，咱发现就哦，国务院的这个发言人 Bray， 哇，一部一大空，因为伊就公开讲哦，记者会，讲这台湾朋友的问题是悬而未决啦，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嘛。这项其实美国已经五孔开始就一直安尼啊吼，但是因拢足技巧，就讲不得已才要讲的，尽量不爱去特别去吐这个台澎问题啊，因为伊既然有支持中华民国伫联合国的这个代表性，爱就好啊。咱卖去讲迄个台湾澎湖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啊？因为迄讲落去吼，会火气啦吼啊，什么政府论、国家论吗？还是什么？这物件对于实际的操作真费气，所以尽量不要讲。想袂到讲在这个时阵，奈由发言人公开这样说呢？啊，所以记者吼，就一直甲问，啊，伊就一直回答吼，啊，所以这个问答过程的话，拢报不出来啊，啊，这个代志大条啊，吼，这个所谓成为一个风波，这个 Charles Bray 这个人了哈，啊，所以。我有甲找出来讲，他的长相就是这样。这个，当然嘛是一个职业的外交官哈。1973年有做过罗基斯下卡新闻官，所以有一寡美国的重要的外交代志，伊拢有处理过。应该是唔是无经验嘛，吼啊，但是伊奈去讲出这样的哈。这个 Bray 伊讲的内容，其实咱真侪拢已经知影哈。比如讲伊的论据，就是讲。我控你杜鲁门啊，伫这韩战爆发的时阵所讲的，一直到1971年，其实美国的立场无改变。哦，讲开罗会议公报还是波茨坦宣言，哈，这拢是战争末期还是战后初期的一个意向尔啦，一个 intention 哦。啊，这吼伫个合约被签订的过程内底，并没有实现嘛。哦，所以。这波人是当时的麦克阿瑟，也是其他的美国的决策者，因若是要支持台湾，因就拢是安尼讲吼，拢讲啊，这此一时彼一时吼，因为你即摆已经韩战发生啊，当然麦克阿瑟讲啊，还没有韩战，还没有韩战啊，伊嘛是已经讲起如果把台澎这些人民送入这个共产国家的阵营，这是对美国来讲是违反道义的行为。就是说，台湾人民应该有一个机会来决定自己的前途才对。哦，这是虽然是军人啦，但讲这是足政治的一个话啦吼。啊，这其实就是美国迄个时阵为着要介入台湾海峡啊，为着要处理这个国共的问题，已经算。这个用台湾地位未定论，这个吼，伊才有立场来伸脚出手嘛。哦，如果讲台湾是中国的，安尼你就免提啊。哦，就现在中国代表谁哦，就过不去啊。啊，所以你直接讲台湾澎湖地位未定的时阵呢，安尼就较好办。哦，所以这是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，应该是拢安尼啦吼。那这嘛是布瑞所讲的吼。哎，啊，人家问讲，那中华民国是什么？他在已经统治台湾了，有效统治啊！啊，伊讲啊，迄都奉令，这是战后的这个咱一直咧讲军事占领啊，是讲这是盟军统帅的命令的一个结果尔嘛。哎，啊，目前当然有争议，啊，争议的方法哦，是不安尼？啊，美国是无预设立场啊，吼，只要以和平解决就好啊。啊，哪里解决应该是两边的政府吼，家己去讲，哦，这是。两个中国政府之间应该来去讲，但是这句话会出问题啊！结果就在那里讲哈，啊，当然中华民国都抗议嘛，哦，伊这个报道拢刊出来啊，讲哦，你乃讲台澎地位未定论哈，
而且建议我们要跟北京直接谈判，哦，哇，这些，所以美国尼克森总统一般还出来主持，我们没有了，我们没有那个政策，我们并没有说要你们互相直接谈判。那这就是咧，我讲外交部迄个档案哦，他把那个对答英文的资料变成中文，而且摘录哈，就是 Charles Bray 伊遐发给的东西。啊，咱讲中华民国政府有啥物激烈反应，就是叫马康卫啊，驻华大使马康卫叫来问，极端的关切、强烈的指责啦。啊，这嘛是拄则讲迄个谈话的简要记录哈。我就在里面那个，那马康卫啊，这些东西驻华大使。那而且呢，叫伫美国遐的官员去问国务院。啊，迄个时接待的是这个 Green 哈，这个 Marshall Green。啊，伊就是讲啊，迄个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哇，兴风作浪啊。其实美国的立场啊，并没有改变哈。我们虽然认为台澎主权未决，但中华民国哈，对台澎是有这个合法权的，合法权威啦，啊 ，legitimate authority 这样子。啊，这东西东西美国驻美代表来回报。甲大使馆甲这个外交部汇报的吼，我做美国的场是啥呢啦？但是这个过程中吼，台湾地位未定的意思是什么？只是说属于北京或者属于台北的中华民国这两者之一而已吗？还是有没有可能第三者？没有第三者吗？布瑞竟然说是，哇，这嘛是废气，这嘛是新的意见呢，哎。所以这点东西，你哪会摊开来讲，都容易出问题的哈。未定就是当然未定啊，一切都是可能的嘛。包括你投票独立，啊，还是公民归并日本买债啊，那也算跟他两岸选一个，啊，当然这国民党的发动一挂东吴协同啦、学生运动啦，另外台大、政大、淡江文理学院哦，学生都出来抗议哦，我台澎地位怎么会未定呢？啊。台中市议会哦，阿马龙港广告部控议啊，那个哈，你看，这就是操作嘛，这个操作就是要利用民意啦，他忽视了问题的根源，就是说，你已经袂当代表中国啊，你要代表你家己，好好去想迄个代表你家己要安怎做个代志，啊，伊无安尼想啊，伊干那去想要继续维持那个神话，去动员这样的一个社会支持。啊，当然，双重代表权是曾经有一些过程啊。我伫外面提醒的就是讲，旧盖旧吼，伊即个拄只文联遐吼，讲 Murphy 伊来台的时阵，甲旧盖旧交换意见，登记报告就是讲安尼无法度，因为旧盖旧吼，伊要爱是连安全理事会这个都不能让的啊。那但是美国吼，伊都问来问去，就是讲这。无法度，你安全理事会一定爱予北京，哦，就是北京是常任理事国，啊，咱这个中华民国是普通会员国，那安尼吼，就有这复杂的双重代表权案才会得到联署啦。啊，你那个简单的双重代表权吼，就是讲咱继续做常务理事，啊，阿强啊，干那普通会员国，安尼人都无甲你签咧，哦，所以这是。这是讲美国已经是搞清楚了，你只能够用复杂的双重代表权案，但是呢，就该觉得就是剩下那一口气，他吞不下，所以这所谓的汉贼不良率哦，拢是安尼来哦。伊讲美国上万日八月了，已经决定安尼嘛。那中共当然是无论是复杂的或者简单的，他都抗议了。啊，中华民国其实是有表示说我们可以接受简单的双重代表权案，哦，这点蛮是迄个什么张孝炎啊什么的，都说哎，我们没有那么僵硬啊，我们其实也有转化，只是说你转得太慢了，而且转得不够嘛，哎，所以就袂赴啊，哦，就该就不要这十月所写的就是汉贼不两立啊，哦，无畏瓦全呐，哎，啊，这点就是咧表示讲咱台湾有机会，如果说你拿起双重代表权的时候，那么就其实台湾地位未定就变成已定了，不是吗？但是后来在还是说不行，没有成功，你怎么变成继续未定吧，这是我们
一个处境所以咱详细去理解啊，咱过去的这些国际的处境哈，应该对咱未来的出路应该是有帮助才对哈。多谢。啊，陈教授吼，咱即马剩时间哦，拜托，请这个吴教授吼继续报告。